为什么是把票全部拿出来，不是一张张抽票？不是一张张抽票吗？怎么、啊？怎么会是把票全部倒出来？那个不好意思，警察人员。警察人员不好意思哦。应该是先一张一张抽票，检票、放票、计票。所有啊，先放来去抽票啊。怎么会全部倒出来？主任监察员在那边，你先问他。对，主任不好意思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你可以有你的意见去表达。我现在在那边，我就准备要上票了，你不要干扰我开票。你先，这不是我主持，好，我是负责秩序而已。到回报上去，你直接乱来。这样一定打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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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打电话，叫他们马上立即等一下我打，你打。那个，你用不用那个电话？就是这边选二选，就是搜寻一下那个选委会的，他们带一定会有问题，这样一定有问题。来啊！马上帮我回报一下。啊，马进，我讲我尊重你的意见。母亲，三号数字分。等一下，这样会有问题。马上帮我回报你们的主管单位。你们有那个的吗？五号听觉中一票。我跟你讲，你们不是你们现在有问题的话，他们的三号数字票的，他们选票的那个票会票，不能把票全部倒出来，应该一张。检票一张上票一张计票，这是流程，这是规定，为什么他们全部都规定啊？你在现场的话，主任监察员在现场，就是问他意思，可他不理我。